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汇编》，请大家打开经本第77页。77页，倒数第四行。这里呢，我们继续看宋朝严炳居士的开示。啊，这一篇普劝修行文呢，是劝导我们呢，知道人命无常，在身体还健朗。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及时行善，及时办道，不要等到将来后悔莫及。那么我们看倒数第四行第二句开始：世上财经七日，阴间押解十王，曹官报案。没人情，狱卒持叉无笑面。平生做善者，送归天道、仙道、人道；在日作恶者，押入汤途、火途、刀途，或汤沸若牙崩，见树。势如山耸，贯铜枝而变身肉烂，吞铁丸而满口烟生。遭错客，则血肉淋漓；入寒冰，则皮肤冻裂。身遂夜风，吹再活。命中罗刹鹤重生。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一段呢，是讲啊，平生作恶之人呐，到了命中之后，就要呢，到阎王殿前呢。去接受审判，按一生所造的罪恶去接受啊刑罚，啊，在地狱里面呢受刑，这些都是真实的状况。佛家、道家这些圣者，他们呢？能够断烦恼，有清正的功夫，啊，所以他们呐都能看到，啊，绝不是啊危言耸听，啊，全都是啊事实真相。那么就是讲啊，命中之后啊，过奈何桥，告别啊阳间的亲人。入鬼门关，啊，准备要啊去见阎王了。在世上啊，经过了7天，在阴间呢，要见十王。这是啊，道家、佛家啊都有讲到的，地狱的十王。啊，就10位呀，啊，主管。那么分别是啊，秦广王、出江王、宋帝王、武官王、阎罗王、汴城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五道轮转王，这10王。每一王呢，
都有一个殿。啊，居中央的就我们比较熟悉的阎罗王殿。啊，那么这十王呢，是分别审判罪人。曹官报案没人情，曹官呢就是判官。啊，他们呢将这个罪人一生的档案报来，按照这一生档案呢去判处这个罪人的刑罚。这里头没有情面可讲的。啊，在阳世间嘛。可能你能够啊，贿赂这些官员呐、啊，你能够从轻发落，但是在阎王殿里呀、啊，就没这个人情讲的，绝对是公平。啊，判了之后，狱卒就要把罪人押下去受罚了，啊，所以狱卒啊，持叉啊，拿着刀叉。没有笑脸，啊，看起来是非常的严酷，啊，没有任何的情面可讲。平生行善积德的人呢，这时候就得到解脱，啊，可以被送上天道、仙道、人道，这是善道。那么在阳间造恶的人。此时就被押入啊，三途受苦了。这三途啊，分别是汤途、火途、刀途。汤途呢，就是指地狱，啊，地狱里头啊油锅，啊，这是啊比较通用的刑法，把罪人呢扔进去煮。啊，火途呢？啊，这个汤途啊，啊是指这个啊畜生道啊，就是常常要受烧煮啊，被人吃啊，这是汤途。火途呢是地狱道啊，地狱啊是猛火去烧煎罪人。刀途呢是指恶鬼道。啊，恶鬼道呢，他们呢总感觉到啊有人在追杀他，啊拿着刀去追杀，所以呢很害怕，哎，所以称为刀途。那么呢，这里特别讲到啊地狱里头的状况，啊实际上地狱里面呢也有汤，也有火，也有刀，啊样样都俱全，火汤。沸若牙崩，啊，这个镬啊就是一个大锅，里面呢是热油啊，热水沸腾的，这个温度啊，决定是比人间的沸腾的温度要高出啊好多倍，啊，这个犹如啊牙崩啊，就是啊可以啊能够啊。啊，沸腾的如翻江倒海，剑术势如山耸，那个刀剑一条一条的竖立起来，啊，就像啊那个啊高山耸立。那么罪人呢，往往此时啊就会啊被赶上刀山剑树。他怕地狱里头的这些恶鬼夜叉来追啊，所以他们拼命跑啊，跑上刀山剑树呢，身体啊，对，就得被刺烂了。还是要啊，在这上面不能下来。贯铜枝而变身肉烂啊，这是啊，阳铜贯口。那铜啊，烧成啊，
铜炙热，啊，你想想那是几千度高温，啊，变成液体，往这罪人口里头灌，啊，所以一灌进去啊，当然肉身呐就坏烂了。那么铁丸也是啊，烧得通红的。夜叉呢，把铁丸呢塞在这个罪人的口里，满口烟生，啊，那个皮肉啊，全都啊变成啊火炭，啊冒烟，啊遭错壳，错是魔，啊壳，这都是啊把罪人呐的身体啊拿来磨，啊拿来凿。把他们的身体啊，磨得碎了，啊，都变成了浆水。这里说血肉啊淋漓。刚才讲的是啊，佛家一般称为八热地狱。那么八热地狱呢，里头的温度啊很高。八寒地狱呢就相反，温度极低。零下呀，啊，那不是几十度了，可能是几百度、几千度，叫寒冰地狱。而且罪人是没有衣服穿的，啊，就在这个寒冰地狱里头啊，皮肤都冻裂，啊，变成啊像青莲花一样，啊，整个都啊绽放出来，深邃了。这是在地狱里面受极刑，身体碎坏。但是呢，不是说死一次就了了，被那个夜风一吹，啊，这神识就复活了。啊，地狱里面很奇妙，都是化生的，他没有父母胎生，所以呢，身体呢，可以呀，一下子就啊恢复原形。这一活过来了，继续的受地狱的苦报，啊，命中罗刹，这些就是夜叉恶鬼，啊，有的都是啊，全身钢铁，啊，青面獠牙，非常的恐怖，啊，他们把罪人折磨致死，啊，再大喝一声啊，哎，就让他们重生了。就是如此啊，在地狱里面，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从来不会呀，停止受苦。人间历尽百春秋啊，狱内方为一昼夜。在地狱里面呢，时间呢，跟我们人间呢，有很大的差距。啊，不同的地域，那时差也不一样。啊，这里讲到呢是其中一种情况，在人间呢过了100年了，可是，在地狱里面只有一昼夜，啊，一天而已。啊，对，就是地狱里面一天等于人间100年，这还算呢时差比较小的呢。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啊，也在讲这个六道的状况，啊，还提到有一种地狱啊，人间呢，2700年才是地狱的一昼夜。啊，换句话说呢，中国啊，号称是啊上下5000年呢，在地狱里面还不足2天。而一入了地狱之后啊，那个寿命啊，就是论劫来计算啊，所以啊，那里头啊，你就可想而知，痛苦无穷啊，求出无期，魂魄虽归鬼界，身尸犹卧棺中。
或隔三朝五朝，或当六月七月。腐烂则出虫出血，臭秽则熏地熏天。这是讲到啊，人断气之后，魂神已经啊到了三恶道去了，鬼呀是恶鬼道啊，那么有的会到地狱道，有的在畜生道，在人间呢，这些亲友不知道他上哪里了，只看到他的尸体。还躺在棺材当中，或者呢，隔3天5天，啊，这一朝啊，就是指啊一天了，或者呢，甚至隔6个月7个月，当然尸体就会腐烂了，那腐烂的尸体呢，就会长虫了，啊，甚至流那些脓血。臭秽不堪，啊，那个味道出来啊，真是熏地熏天呐，这个方圆多少里都能闻到，膨胀起来啊，不忍去看，啊，太难看了，丑恶真可怕，啊，催促赴一堆野火，断送埋万里荒山。人看到了这种尸体呀，当然会觉得很可怕。赶紧催促啊，把它烧了吧。一把火烧掉，把骨灰埋在荒山里头。你看，人到最后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呀。所以纵然你生前富贵呀，不可一世。到最后呢，是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自己的身体带不走啊，你还能带走什么？那身体呢，生前是啊，爱惜得不得了，去打扮它，保养它，到此时此刻，可能连野狗啊。都会咽气，都不肯呐走近。昔时，所翘红颜，翻成灰烬；今日荒凉白骨，变作泥堆。从前恩爱，到此成空；自惜英雄，如今何在？这都是啊，发人深省的话语啊。昔时是过去呀，生前这个人呢，是个大美人呐，耍俏红颜呐，耍俏啊，就是卖俏啊，诱惑人呢。这种红颜美貌，总有死的一天的。最后就是一把火烧尽了，有什么值得骄傲？有什么值得爱恋呢？今天看看，只是荒凉白骨一堆，变成泥堆了，归于尘土了。人从生到死，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能够从这里面呢觉悟，把那个呀会生死的身体放下，求那不生不死的佛性，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带不走的，赶紧放下。我们修那带得走的。从前恩爱夫妻，到此时已经成空了。你走了，对方也不会追随你呀。
自惜英雄，过去曾经是个英雄好汉，驰骋沙场，啊，万夫莫敌，啊，如今何在呢？啊，留下尸骨一堆呀，可是那魂神还不知上哪一道了。啊，如果杀人过多啊，有被无辜杀害的，将来都必须要还命债。还可能受地狱的苦报，泪雨洒石空寂寂，悲风动处冷飕飕。啊，这都是啊，托物抒情。这些文词都很优美，啊，也很哀婉动人。啊，劝我们觉悟，啊。看到人死了，难免会流泪呀，啊，尤其是啊，至亲眷属啊，啊，泪如雨下，啊，空寂寂是表示，只是啊，面对这种事实无可奈何，啊，悲风动处冷飕飕啊，都是讲这个意思，夜阑。而鬼哭神嚎，岁久则鸦餐雀啄。花雨伴漫流悲时，绿杨中空挂纸钱。这是啊，将尸体啊所在的那个地方啊，那种。景象啊，给我们描绘出来了。到了晚上，啊，夜深人静，啊，夜阑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只听到鬼哭神嚎。那么这是讲荒郊野外啊，啊，这些都是啊，没有啊，去投胎超生的鬼，啊，在那里哭泣。岁久，就是年代久了，这个时间久了，啊，那个尸首呢，已经被那些鸦雀呀，给吃得差不多了。荒草漫流悲时，啊，这是再生的人呢，把他埋了，啊，在坟墓前呢安了一块碑。可能很久都没有人来扫墓了，所以荒草啊都长起来了。绿杨中啊空挂纸钱，啊，那也有的呢，啊，亲友来祭祀，给他烧了纸钱，啊，有的没烧尽，啊，挂在那个绿杨枝上，啊，这种情景啊，看起来令人觉得非常悲凉。下梢头难免如斯啊，到这里怎生不显？下梢头啊，是元朝的时候啊，宋朝的时候啊，那种俚语了啊，口头的语，就是结果的意思，结局的意思啊。你看一个人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样，难免如此的，谁都逃不过。啊，谁都有这么一天。啊，看到别人走了，我们看看那个地方，啊，尸首埋在那里，怎么能不觉醒呢？什么时候就轮到我了？大家聚眼呐，休更埋头啊！大家是就是指我们呐，我们大家读到。这篇文，啊，聚眼就是要啊，有这样的一种慧眼，就是智慧呀，要觉悟啊，别再糊涂了，啊，埋头就是指糊涂啊，不觉悟，翻身跳出迷津，弹指裂开爱网。休向鬼窟里做活计，
要知肉团上有真人。觉悟之后啊，要修行啊，翻身，这是指啊，觉悟了，回过头来，跳出迷津。迷津是比喻呀，六道轮回。啊，如果不出六道轮回，那么生生世世就搞这个生死活计。所以，真正啊，要发心出六道了，弹指裂开爱网，要懂得六道的根源是什么东西，就是啊，爱欲。人就是因为有爱欲，所以呀，离不开生死轮回。而这个爱欲是虚幻的一个妄念，啊，今生，啊，爱这个人这个物，死了以后呢，到来生，遇不到那个人了，遇到别的人又爱上了。生生世世啊，就在这里头啊，放纵爱欲，造生死业，这就是佛家称为呀，可怜悯者啊，在爱网里头啊，出不来啊。那么什么时候觉悟了？决心放下爱欲。放下情执，这就裂开爱网。啊，裂开爱网，那就是裂开生死轮回的网。修相修就是别了，别再向鬼窟里做活计了。啊，这鬼窟是代表三恶道。啊，恶鬼呀，是三恶道的一道。什么是鬼窟里的活计呢？啊，三恶道啊的业因是什么？佛家讲，贪是恶鬼道的业因，嗔是地狱道的业因，愚痴啊是畜生道的业因。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跟贪嗔痴相应啊，这就是在造恶道的活计啊，在勇猛精进向三恶道钻呐。那我们自己要好好反省啊。既然学佛了，既然学了圣贤教育了，我们要不要出轮回？如果真下定决心出轮回，那么就要真干，啊，把心中的贪嗔痴连根拔除，不要再有什么贪欲。无论贪什么，都是恶鬼的活计。啊，世间的名闻利养，要放下。啊，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啊，这个享受包括呢，物质上、生活上的享受，还有精神上的享受。啊，这些享受，实际上都会迷惑人，让你生起爱念，啊，不肯舍掉这个轮回。那么嗔恚的习气更要放下。啊，过去很喜欢生气，啊，就是一天到晚，可能得发好多次脾气。现在啊，就要慢慢的淡化这种习气，啊，要控制，啊，慢慢的减少发脾气的频率。最后把它断掉。
啊，即使遇到人家来回辱我、伤害我，我都能够全然容受。为什么呢？我不再造那个地狱活计了。啊，那么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这个最难断。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愚痴，啊，愚痴的人要是知道自己愚痴，他也就快不愚痴了。啊，就是怕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愚痴，还以为自己挺聪明的。啊，什么是愚痴啊？对。事实真相不明了，就是愚痴。那么，事实真相，一般的人都做不到生而知之，必须要学而知之。啊，不学，他自己去悟是很难，啊，几乎不可能。所以要学，啊，儒释道这些经典。都是讲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学习，不学习那就堕入愚痴里头，啊，糊里糊涂，过完这一生，来生呢，即使没有造过什么罪业啊，来生还是要到畜生道，就愚痴的业感召嘛，嗯，所以要修行了。那我们修行的法门最简便的就是念佛，听无量寿经，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翻身跳出迷津了，啊，这一生就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永脱轮回了。真正觉悟的人，一定是把这件事当做最重要的事情来办。啊，这件事没办妥，都不要想别的事了。那这个事情不是小事啊，是大事啊，无量劫最大的一件事。我们这一生有这个缘分，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可真的得好好把握，不能错过这一生。错过了，再想遇到。那真的是太难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所以呀，要明白，要觉悟啊！你手上的这些东西，你还留念，还执着，就你还没有觉悟，你还没有把往生净土当做最重要的事情来办啊！特别是人到中年之后，那这个事情就要更为的重视了，它不能够耽误了光阴。要知肉团上有真人，肉团就指自己的肉体，肉体里头啊有个真人，这个真人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佛性。道家讲真人，佛家讲佛。啊，佛是人人本来就是了。啊，就在你的身体当中，就有一个圆圆满满的佛性。只是你现在迷惑颠倒，没认清楚，它不起作用。啊，就像一面镜子，本身是啊，放光遍照。啊，这是如自性宝镜啊。但是呢，上面的灰尘太厚，把光明给挡住了。那么修行就是把这个障碍光明的灰尘把它洗刷干净。让自信光明啊，再透出来。
所以，是男是女总堪修。若智若愚皆有份，但请回光返照，便知本体原无。这几句话啊，就把这个佛家修行的原理讲出来了。是男是女，哎，都要啊，去修行，都可以修行，都能修成。佛性无分男女老少，无分智愚贤不孝，这是讲众生平等，人人有份。啊，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是佛。啊，那么现在为什么好像不是佛了呢？得不到佛的那种智慧、福德、能力啊，这些都失去了，就是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障碍。妄想是你的念头，念头太多了。啊，想这想那，全是妄念。啊，全是不懂事实真相，在那里瞎操心。啊，瞎动念，动的念头无非就是分别执着嘛。啊，这就是生死活计啊。把这个放下，但请回光返照。啊，意思就是啊，回过头来，回归自性，啊，心不要再往外攀援了，外面的一切境界全是虚妄，如同梦境。啊，现在从梦境里回头，啊。就知道本体原无，本体就是我们的自性，啊，那么这个自性呢，本自清净，本自空寂，啊，本来无一物，什么都没有，但是呢，自性虽然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它不是物质，不是精神。可是呢，它能起作用。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能现出境界。万法皆由自性所现。啊，它的作用啊，广大不可思议。你去找也找不到，啊，六根接触不了，眼见不到。耳听不到，鼻嗅不到，舌尝不到，身触不到，连你的意义都想不到。它不是你六根可以圆得到的，所以叫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说不出，也想不明白，怎么办呢？那就别说别想了。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哎，你就见到了，这叫正德。正德之后，那个作用啊，那是大用无方，变法界、虚空界，原来就是你的身。啊，你能入一切众生心想。啊，你有啊，转动乾坤，啊，改变宇宙的能力，因为整个宇宙就是你这心性所现而已。那么讲到自性大用无方，我举个比喻，大家可能就容易理解。
虽然自信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不能他说没有，啊，它有作用。好比说磁场，啊，磁场你看不见，你摸不着，啊，但是你把一个铁针放进去，哎，它就动，你就能分出南极、北极。啊，那磁力的作用你就能看到。啊，没有那个铁针放的进去呢，那个磁场还是存在，你可能不感知而已。啊，所以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能说它不存在，它有作用，而且大用无方。啊，假如你把一个线圈放在磁场里头一转动，它就发电了，这就是发电机的原理。或者你把线圈通上电，它就能转动，在磁场里就转动起来了，这就是电动机的原理。啊，学物理的这些基本常识都会知道。那你说发了电呢？这个电的作用可就是大用无方啊。没有电就没有现代社会了，啊，没有电动机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这些机械了，啊，可是电动机也好，发电机也好，这个作用从哪来的呢？从这个磁场来的。磁场虽看不见摸不着，可是作用可是大了。那么磁场就好比自信。啊，看不见摸不着，六根都接触不到，但是整个宇宙都是它变现出来的。我们如果能够啊，回归到自信，这样就能够啊，跟宇宙啊合为一体，你也是大用无方。那么怎么来修？怎么回归自信呢？若未能学道参禅，也且勤持斋念佛，舍恶归善，改往修来，一六贼为六神通，离八苦得八自在，便好替天行化，不妨代佛接人。这教我们呐，修行用的法门不同，殊途同归。有的可以学道参禅，可是这条路呢，不太容易成功。啊，学道就是教下，要大开眼界，才能够啊，回归自信。那么参禅呢？那也要明心见性啊，破参才能够啊回归，啊就能证得佛境界了。那么这些都属于啊难行道。那么相比难行道，还有一个易行道，很容易成功的，这里讲的持斋念佛。修念佛法门，啊，持戒念佛，持戒是做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蒙阿弥陀佛接引，啊，靠他力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是回归自性。啊，这一条道容易啊，方便、简单，比起啊学教参禅，那么念佛就容易太多了。啊，学教参禅靠自己的力量，念佛是靠他力。
只要你能深信切愿求生净土，阿弥陀佛一定保证在你临终的时候来接引你，你就能看到他。啊，你就真的跟他往生极乐世界了。一往生就能够啊，开悟啊，见佛闻法就能开悟，就能成佛。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啊，就是断恶修善，啊，把恶的都舍掉，回归到善，至少能够落实。五戒十善，啊，这是往生很重要的条件。你看《阿弥陀经》里讲啊，善男子、善女人才能往生，念佛念一日至七日才能往生。啊，如果我们不善，念佛啊，不要说七日啊，念70年。也往生不了，因为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即使是一生作恶，没有闻过佛法，到临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劝导他，他也舍恶归善了。啊，他能忏悔回头，就是善人。啊，此时乃至十念。也能往生，但是不肯舍恶归善的，对不起，往生就没指望了。那咱们可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才来舍恶归善了，这个太危险了。啊，平时都不能舍恶归善，你能确保你临终的时候舍恶归善吗？啊，那人家那个舍恶归善是他一生没有遇到佛法，没有机会去忏悔。我们有这个机会遇到佛法了，还不肯回头，那说明我们不想往生。啊，这可不能搞假的，要从真实心中做起。所以要改往修来。往就是过去的种种啊，业习烦恼，不如法的都要改掉，修将来啊，就是以后，从今开始，我们重新做人，以六贼为六神通，这个六贼就是我们的六根。在攀援外面六尘境界的时候，就会造业，啊，所以这六根呢，就是造业的这个渠道，啊，所以称为六贼，啊，眼见色，可能就会起呀，贪爱，啊，耳闻声也会起种种的分别执着等等，啊，所以。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现在要把我们的分别执着放下，舍恶归善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做的。啊，过去眼看见好看的就贪爱，啊，看见不爱的就会排斥，啊，就会嫌弃。这种分别执着，现在把它舍掉，这就在转了。啊，转你的六贼变成六神通啊！啊，六种神通，所谓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这是我们本来具有的能力，不是学来的。啊，本性中自己有的这些德能，而就是因为呀，
我们的分别执着把这个六神通给障碍了。那么把分别执着转掉，放下了，六神通自然现前。啊，那么六神通得到了，就是证得阿罗汉果了，啊，就是出轮回了，离八苦得八自在，把这个八苦转了啊，人每一个人呐，只要是凡夫，都会受八苦，哪八苦呢？生老病死，这是四苦。啊，还有是啊，爱别离，你所爱的偏偏要离开你，啊，不管人也好，物也好，啊，怨憎会，你讨厌的呢，偏偏就在眼前，就很苦，啊，第三是求不得，所求不顺意，啊，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就很苦。啊，最后一种是五阴炽盛。啊，五阴是讲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物质，受、想、行、识是精神，就是你身体的这种物质上的身体，还有精神上都要受煎熬，这都是苦，八苦。八苦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分别执着来的，啊，有执着，八苦就离不开。放下执着了，八苦一下就没有。那么八自在呢？啊，这是讲啊，八种啊自在的能力。第一种能小，啊，就是你的力量啊，能够把自己的身体或者别人的身体，甚至啊物质世界，都能缩小，缩小到微尘，啊，这是啊如来呀，神通自在。第二种能荡，你也可以放荡，啊，第三能轻。可以把身体和世界都变成像鸿毛一样的轻。第四是能自在，啊，就你的变化力啊，能够大小长短了，把这些万物啊随意的转化。第五是能有主，以自己的变化力，啊。可以呢，画出人啊，画出物，而自己的心还是平等的，啊，可以啊，降服一切，摄受一切，就是你自己有主宰了，啊，随意所欲。第六是能远志，就你的变化力能达到远方很远的地方。啊，比如说你身体可以飞行到远处，到另外一个星球，啊，这边消失了，那边就出现了，啊，或者是呢，干脆就把距离给缩短了，啊，把远方拉到近距离来了，啊，还有甚至一念就遍十方法界，啊，这都是啊自在力。第七是能动。啊，使大地宇宙都有六种震动。啊，第八是随意。啊，这种随意啊，就是你能想到的，随心所欲，做什么都行。啊，比如说呢，踩着水过河，啊，烧着火，啊，无动于衷，啊，踏着虚空飞行，啊。可以化地为水，点石成金，等等等等。啊，这些能力，八种自在啊，你要知道，完全是我们自己每个人
自信本自具足的能力。只要放下我们的那些妄想、分别、执着，立刻现前。啊，那么有了这些智慧德能啊，你就能替天行化了。意思就是啊，带佛菩萨、带圣贤去教化众生。啊，没有这些能力，要教化可难了。啊，你没有智慧，你怎么教化人呢？啊，说不定还把人教错了。自己都是糊涂人，怎么让人产生智慧呢？你没有能力，没有这些神通自在，你怎么能服人呢？啊，所以呀，为什么要先要自度而后度人？自己没觉悟，自己呀没有这个正果，要度众生。难，那么知其先后，则近道矣。你要知道顺序、先后，不要错乱。啊，要从根本起修，根本是从自己。啊，儒家大学也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你得自己修自己，这个是根本啊，然后你才能够替天行化啊，这不妨碍你待佛接人，你能自度就能度人，你代表佛来教化众生啊，接引众生啊，来入佛道，对众。为大众宣扬，归家为一家解说，使处处齐如觉悟，教人人净念沉沦。这就是讲经说法，对我们这一方众生，啊。帮助他觉悟最好的方式，就是讲经说法。为什么呢？这是《楞严经》上文殊菩萨告诉我们：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这是我们这一方众生的根性。啊，地球上的众生，六根里面耳根最利。啊，你让他看，他未必看得懂，听就容易听得懂。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啊，没有写书，而是用口来说，讲经说法，就是对众宣扬。啊，所以在他座下听经闻法得度的很多很多。中国的孔老夫子呢也是如此，孔老夫子也留下一些著作，但是呢，相比呀来讲并不算多，主要呢还是用讲说，你看一部《论语》就是他平常啊日常的这些言语，后人把它记录下来了。这就是啊，《论语》。那么讲经说法，不管是对大众宣扬，还是回到家里对一家人解说，首先你自己得有修有学啊，不要求有修有证啊，那有修有学这可是必要条件。你自己都不修，你自己都烦恼重重，你去教化人，那就是啊，
几只昏昏使人昭昭啊！可乎？不可能吧！啊，甚至自己呀，还在烦恼苦海里头，你对经教的理解难免有偏差。啊，你讲出来的，可能10句话里头9句是对的，其中有1句是错的。那1句就是毒害人了，啊，就好像一杯呀、啊、上好的鹈鹕，啊，鹈鹕是啊上好的饮料，啊，或者是甘露，这里头放了几滴啊农药，敌敌畏，嘿，那就整一杯呀、啊、全是毒药，喝进去就喝死人了。啊，所以自己心中的烦恼余毒没清除啊，那教化人就很危险。啊，古人有这个公案呐、啊，错下一个字转语，堕500世也乎身。可不是闹着玩，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这里头最怕的是什么呢？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啊，觉得自己挺好，挺不错，啊，都懂了，啊，然后啊，去教别人，那这难免说法有过失，啊，所以没觉悟啊，讲可以去练习，但是啊，绝不能以老师自居。要以学生的身份对众啊汇报，啊不是宣扬，汇报自己学习心得，请大家来指正。啊，台下坐的是老师，我自己台上坐的是学生，那战战兢兢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怕讲错。啊，那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懂的就别乱讲。啊，讲那些决定是对的，啊，确定是啊正确的，那才讲。啊，那么最好呢，就是复讲。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啊，讲出来句句有根据。没有根据的，绝不乱说，这才能避免了过失。是处处啊，齐知觉悟啊，叫人人净灭轮回。啊，讲经说法，就能帮助啊众生破迷开悟。破迷开悟了，就能够啊。尽免轮回，轮回是苦，啊，觉悟了就能够出离了。上住诸佛转法轮，下拔众生离苦海。这就是啊，诸佛宣化呀。啊，一个人真正啊，破迷开悟了。啊，这就是宝啊！啊，它可以帮助佛菩萨来教化众生，啊，转法轮就是指讲经说法，这是什么呢？人师啊，啊，没觉悟的，按照经典讲，没讲错，叫经师；真正觉悟了，入境界了。这是人识，能够拔除众生这些啊苦恼根源啊，让他们永脱苦海。那么，对末法众生来讲，我们宣扬净土法门，这就是啊
最容易、最就近帮助众生一生脱离苦海的方法，而且最容易讲，啊，就教人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哎，你说这些大经大论里头的境界，我们不知道，那不能随便乱讲。那自己没破参，禅宗的这些境界，你也不能随便说。啊，那禅宗公案，你自己没悟透，你怎么能说？啊，所以怎么办呢？教人念佛求生净土，准没错。这一条。啊，就是上住诸佛转法轮，下拔众生离苦海。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人道不修啊，他道难修。莫教一日换了皮，纵有千佛难救汝。火急进步，时不待人。各请直下城邦。莫使此生空过。啊，这都是苦口婆心的教诲了。啊，佛的话你都不信，那你还信什么话？啊，佛讲的是最真实的话语。宇宙人生真相，啊，都给我们讲出来了。啊，这六道轮回确实存在。啊，西方你看这些医学家，啊，死亡学家，都有大量的案例证明人有轮回。啊，我在这个七八年前就收集了很多这些案例。啊，当时还是在家身份，在世界各地。讲这个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那讲了50场，啊，我全都是用科学证明，有根有据的科学报告，啊，这是科学，不，没有说佛法，这是不由得我们不信，啊，相信将来科学越昌明啊，这些事实真相啊，就会啊。啊，越发明出来了，但是我们别等将来等科学进步了才给我们做证明。现在我们如果能相信佛的话，啊，那就真得利益。那么人道不修，现在还是个人身，你还不及早修行，你想到哪一道修啊？六道里面，人道修行最容易。啊，三恶道是很难的，三恶道太痛苦了。啊，苦的死去活来。啊，哪有闲心思去修道呢？啊，那天道呢？天道是很快活，但是就是因为太快活了，他也不想修。啊，所谓富贵学道难呢。啊，你看这世间富贵人谁肯去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他觉得不用到极乐世界了，我这都挺好了。啊，能享受生活就不错啊，他不想修行。所以六道里面呢，人道啊，就属于小康水平。啊，天道嘛，那是发达国家，啊，恶道呢，三恶道呢，那属于啊贫贱贫穷国家，啊，那么小康的这个水平是最容易，啊，它又有苦又有乐，苦多乐少，啊，苦嘛还不至于太苦，啊，乐呢也不会太乐，啊，就让我们容易觉悟，所以得人身不容易啊。六道里面呢，人生的寿命是最短的。啊，其他的道不寿命长啊，天道那寿命很长。
啊，那么三恶道呢？一进去出来很难，也是啊，论劫数的。啊，你像那些畜生道，不是说他那一期生命很长，啊，像蚂蚁，沦落为蚂蚁呀，他这个生命是很短暂，可是他死了以后又堕蚂蚁，无量生都做蚂蚁。啊，所以他的寿命也很长。啊，人道啊，这寿命短暂，那么要赶紧修行，啊，别蹉跎岁月。莫叫一日换了皮，啊，就是指换了身体了。换了身体那一天呢，尤其堕了三恶道了，那后悔莫及呀。纵然有千佛来救你呀，也救不了了。所以火急进步，时不待人。啊，要猛力提起精进，不要再蹉跎时光。啊，真正学佛修道，要常常扪心自问。我现在啊，有没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真正把握是什么呢？见到佛了，啊，阿弥陀佛现前了，给你呀，受记，告诉你，将来我会来接应你。啊，甚至告诉你什么时间来接应你。这就有把握了，啊，佛说的话那绝对没错。你怎么才能见佛呀？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你还没见佛，说明你忆佛念佛不够，那就不能叫做真正有把握。所以千万自己别觉得太美了，啊，听了一些经，就感觉到这念佛往生也不难呢，啊，很容易啊。于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啊，该吃馆子就吃馆子，啊，该看电视就看电视，这就很危险。啊，这是自欺呀！啊，你怎么能保证临终的时候你还想得起你念佛？临终的时候，那大多数人都是业障现前，再加上冤亲债主来捣乱、索命。可能整个自己就变成了不省人事，啊，昏迷颠倒，啊，别说念佛了，可能连亲人都认不得了。这个时候，那真是纵有千佛难救汝啊！那所以火急进步啊！不能有一刻钟空过啊！所以古人呐，修行啊，连晚上睡觉的时候忘了佛号啊，自己第二天早上起来都痛哭流涕忏悔呀，怎么就忘失正念呢？啊，真修行。那就绝不能自恕，自己太宽恕自己了，没有对自己严格要求，没有去尽自己的心力，那不叫真干。啊，总要啊，尽自己最大的能量，啊。能够啊做到
什么地步，尽量去做。尽了心了，尽了力了，阿弥陀佛悉知悉见。啊，他知道我们，可能我们还有业障，啊，我们还达不到一心不乱，但是我们尽了心，这就是真诚。啊，真诚，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啊，自己不真诚，懈怠懒散，那么这心不真呐，阿弥陀佛也很难接你了。阿弥陀佛不起心动念，完全是感应道交。啊，所以你说念佛容易吗？容易也容易，他不要求你断烦恼，啊，也不要你不要求你消业障，你只要尽心尽力的念，啊，真诚的念，啊，真愿意求生净土，啊，自己过错，啊，尽量的改，啊，尽了心了，对自己负责任了，临终的时候，那佛愿力加持你，你就能心不颠倒。啊，你就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可是最怕自己不能够尽职尽责，啊，对自己都不负责任，那阿弥陀佛也不对你负责任了。啊，所以火急进步，时不待人，各请直下承担，莫使此生空过。真正觉悟的人，不要再等来生了。此生不像今生度，更像何生度此生？自己本来是佛，怎么还忍心埋没佛性？啊，去搞六道轮回呢？啊，现在啊，咬咬牙。奋力修行，这一生时光啊，很短的。啊，过几年或几十年，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人生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快乐无极。啊。无量寿，永无生死，直至成佛。啊，细细思考啊，那你还知道，还会呀，浪费时间吗？不要使醉生空过，这就是啊，宋朝的严炳居士。对我们的劝导啊，那么这一大段呢，对我们念佛人都是非常好的一种啊劝诫。下面我们再看经文，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这是讲啊，从前面讲下来的。啊，一个人造恶，啊，就会呀，被思过之神呢，夺去寿算，导致呢，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行在之，算尽则死。除了天地间的思过之神，这里还有三台北斗神君，也来呀，记录人的罪恶，啊，按照罪恶来夺去人的寿命。
注解这里讲此一节，言人之一生，一生呢，行住坐卧，皆由鬼神监察也。啊，这是真的。头上三尺有神明。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有啊鬼神。啊，行住坐卧，处处都有鬼神监察我们。啊，即使你一个人在暗室之中，也逃不过鬼神如电光一样的眼目。三台六星，上台啊司命，中台司福，下台司禄。主人生死受邀，北斗乃子极督曹，为天地日月江河之源，和阴阳木火土金水之德。宣慰三界，统御万灵，斡旋气运，斟酌死生。我们先看到这里，啊，这里解释三台和北斗。三台呀，啊，是指啊，三位呀，天上的神明。那么三台有上中下，啊，三台。上台的星呢，司命。啊，三台呢有六星，啊，上台的这个星呢是主管人的命运，中台的星主管人的福报，啊，下台的星主管人的禄命。所以，这里就是福禄寿，啊，各有啊主管的神明。主人就是这个人，啊，行这个生死受邀，啊，他的命运，啊，都会呀，被这个神明啊，啊所主宰。当然，神明主宰，啊，绝没有私情。完全是按这个人的善恶来，给他做一个判断。那么这里讲的北斗也是星，啊，北斗星呢也是一种神，啊，道家里讲的这种神明，乃子极督曹，啊，子极，这是啊。也是一种星名，啊，那么呢，啊，后人呢又称为啊帝王的宫殿，啊，道家里讲啊是天上啊这些神明啊或者仙人所居住的宫殿。那么子极督曹，就是啊这个天上的这种神明啊。为天地日月江河之源，源是根源，啊，它是天地日月江河海的根源，啊，聚合了阴元阴阳土火，啊，木火土金水这五行之德，它宣扬，啊，把自己的这个威德啊。在三界中啊，来宣扬，统御万灵，就是所有的生灵啊，都受他统管。斡旋就是指运转，啊，运转气运，啊，天地之气呀，啊，它能够运转。一切生灵的死生，由他来做决定。
那么人有罪过，落入恶极，量度重轻，夺其计算。当人有犯了罪、犯了过错，就会被这个天上的神明啊，录入了恶极里头，极就是档案，善恶都有档案簿。那么，量度他的罪恶的重或者轻，重罪呢，夺去的寿命就长，轻的就短，要夺其计算。计是12年。算的是100天，一直呢，把这个寿命减除殆尽，人就死了。又管路曰，管路是三国时代曹魏的一个术士，可以说是通天文地理。易经、占卦等等，这是一位高人。那么他曾经说过：“南斗助生，北斗助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若有其求，宜向北斗。”管路这也是讲的道家的很多这些学问。说南斗就跟北斗一样，它也是个星神。它呢，这个主管记录人的出生。北斗呢，主管和记录人的死，就一生一死。所以，凡人受胎，就是入胎的时候，皆是从南斗移过北斗，也就是这个人呢，他因为出生了嘛，要出生呢，他的档案呢就从南斗移向北斗了，由北斗来处理了。所以出生以后呢，要祈求嘛，就要向北斗，一个人出生之前。比如说，父母要求儿，可以向南斗，他是管生的，北斗是管死的。又七真曰，七真，这道教称为北斗七星，也是天上的星君呢。那么。七真去说过啊，吾每月初三，又27日，每一下降，受人教诫，察人罪恶，善恶。天上北斗七星这些星神说过，说我每个月初三，以及27。这都是指农历的，必定会下降人间一回。干什么呢？受人的拜祭，教祭这个教就是设坛来祭祀。道家有祭北斗七星的。那么他下来呢，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检查人的善恶，也就是每月2次，下来给人做一个总结，每个人都逃不了。下面有善业报因缘经曰，七星之气常结为一星，在人头上，去顶3寸，其人为善则光明，为恶。则光暗，大善则光欲著，大恶光灭没。人不见而鬼神见之，
今曰：在人头上露罪，夺算，寻非屋也。这是又引了《业报因缘经》讲到的，都是事实真相。说七星之气，就刚才讲的北斗七星，常结为一星，就等于是啊，七合一了，啊，合成一位神明，在人的头上，去顶三寸，这不是三尺，是三寸。啊，距离更近了。头上三寸有神明。那么这个人呢，他行善呢，这个心神呐，就光明啊，就显发出来，啊，光就很明亮。如果这个人造恶呢，他的光就很暗，啊，就是这个人身上的那个心啊，他会放光，啊。从这个光的明暗，就能够判断呢这个人的善恶。实际上呢，我们呢，稍稍心比较清净，观察一个人呢，这个面门上的光也能够看出一点。一个人呢，恶念很多。他那个气氛，那个磁场啊，就不好，那个面门的光是暗的，如果一个人心地光明磊落，他是面门的光也是亮的。大善，心地是纯善，那个光啊，愈显著，你就觉得这个人是光彩照人。那是什么呢？他的那个正气呀，冲天，所以让人就觉得，这个人呢，真是，正大光明。那大恶之人呢，光就没了，灭了。就看到一个人呢，面上啊，黯然失色，甚至是啊，造极大恶的时候，业障现前了。寿命都要到了，这里讲算尽则死，快死的这种恶人，那个面如死灰，这个死相都能够看出来了，光都隐没了。这些我们呢不难呢觉察，只要留意都能看出来，所以隐瞒不了人。人不见而鬼神见之，这个人是一般普通人见不到，实际上明眼人都能看到，那鬼神看到就更清晰了。这就是经文里面讲的，鬼神在人头上，戮其罪恶，夺其寿算。感应篇这里讲的，确确实实，绝没有虚假，寻就是确实，无就是妄言虚化，绝对没有虚化。下面引唐朝的一个历史故事，唐娄师德，高宗朝，兄龙宠优，一日晨起，忽见新官，谓曰：“汝曾误杀二命，罪当夺迹，星光将尽矣。”其日随即神昏，因告人曰：“我一生谨慎，只因误杀二命，今遂早死一计耳。”为己裹足。唐朝的娄师德是一位很著名的大将，
啊，曾经在唐高宗武则天呢，啊，两代做过大臣。他抵御吐蕃，啊，可以说是每战呢必胜，战功显赫。而且这个人呢，非常的谨慎，非常能够忍让，啊，是一位很有德行的将领。啊，他是70岁的时候过世。啊，那么他在啊高宗的时候，唐高宗啊那里啊，那个时候呢，啊，这个做官啊，勋就是功勋啊，勋隆就是显赫啊，这个立了很大的战功，宠优啊，得到啊皇上的恩宠。结果到他70岁这年，有一天呢，早上起来，忽然见到了星官，这就是北斗七星啊，按照这个。啊，《夜报姻缘经》里面讲的这个七星是化成一个星，啊，就是每个人头上就一个星官，显现出来对他说：“说你曾经啊误杀了两个人，啊，罪当夺际，就是你的寿命应当啊被夺去啊12年，啊，减寿12年。你现在啊寿命到了。”啊，你的星光啊，你的光明啊，将要尽了。结果那天，娄师德呢，就是变成昏昏沉沉，啊，这个意识都不太清醒，将死的征兆。那么稍微清醒之后，他就告诉别人，说我一生谨慎。只是因为啊误杀了两个人命，所以现在要早死12年，一计。当将领能够啊当到这种程度也是不简单了，啊，建立显赫的战功啊，一生只是误杀两个人呢，啊，娄师德啊尚且如此。那一般的将领就可想而知，所以当皇帝、当将军的，就没几个不下恶道的呀。真的，危急裹足，没过多少天他就死了，果然就去世了。假如他没有误杀，可以多活12年。下面说张。拱辰曰：“这是明朝的一位官员啊，为官清廉。他评论呐，娄师德将军说：‘娄公啊，素称名庶，为唐重臣，尚不免于夺嫡，况常人造恶多端乎？可不甚哉？’”娄师德，娄公就是对他很尊敬了啊，称呼他娄公。素称名庶啊，庶就是平生啊一直都被人称赞呢。这个人廉明啊，能够啊宽恕人，能够忍让人。他是唐朝的重臣呐，为国家立大功啊。但是就是因为误杀两条人命啊，不免要夺嫡。更何况常人那些造恶多端的呢？那寿命啊就夺得更多了，岂能不谨慎呢？说明啊，《感应篇》所说的神明夺人寿算是真实的。啊，这都有啊，历史证明的。下面经文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每到庚申日，则上议天曹，言人罪过。注解讲，此一节言人之一心，积微萌动，皆由鬼神见察也。啊，这一节的经文呐，是讲一个人他内心之中最隐微的波动啊，这念头一动，哪怕那个念头非常隐微，甚至连自己都觉察不了，啊，萌动是刚刚萌发，啊，还呀，没有付出啊。行动，这一个念头已经被鬼神呐、觉察了，监视了。因此，我们每个念头都逃不过鬼神的眼目，而我们身上就有这样的鬼神，这里讲三尸神。在人身中，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三种神。哪三尸神呢？上尸、亲姑，名字叫彭巨，你看都有名有姓。他居住在人首，就人的头上，令人多私欲，眼昏法落。这个鬼神。他是亲姑，叫彭巨，在人头上引发人多思多欲所以一个人呢总爱想东西，欲望很多，那可能就是这个上师神在那里捣乱。那么私欲多了，自然就会眼花发落，眼睛不行了。这个身，这头脑私欲过度，所以呢，这个医学上讲这个脑供血不足了，头发是血之末那发就落了。那么中师白姑，名彭志，居人长。令人事事多忘，好做恶事。中师神管什么呢？他是白姑，前面上师神是亲姑，这个白姑的名字叫彭志，都是姓彭，三姐妹，三师神三姐妹。这个中师神就居住在人的肠里头。肠胃肚子那里，令人好吃，喜欢美味。所以一个人食欲很旺盛，很喜欢吃美食的，大概是中师神太活跃了，多旺性。他这个健忘，而且好做恶事。有喜欢作恶的倾向，这都是中师神在作用。下师雪姑，名彭角，居人族，令人肝色喜杀，肢脏扰动。这个下师神叫雪姑，名彭角，他呢居住在人。足部，它的作用是干什么呢？令人沉迷于美色，就好色，色欲，喜杀，就是淫杀，这种心理，往往是下士神弄起来的，那么一个人呢？
色欲萌动，他的身体呀，这气血就被扰乱了啊，所以支脏，支是四肢，脏是内脏，都被搅动起来杀心起来了也是如此啊，所以呀，久而啊，身体就会啊出毛病啊，尤其是多欲之人呐，他的身体一定会受到损伤。下面说，三施利人速死，杰出作鬼，享受血食。故于庚申日，成人岁媚，与身中七魄，上意天曹，言人罪过。这三尸神他就希望这个人赶快死。为什么呢？人死了，他就出来做鬼了，就解脱了。他没，人没死嘛，他就被束缚在人身上。他出来做鬼可以享受人血食的供养。所以他们就希望这个人早死，所以要拼命的帮助这个人作恶。那么作恶嘛，就多受算呢，算尽则死嘛。而且呢，他每于庚申日，庚申这是庚是天干，十木之一，申是地支12木之一，那么天干跟地支搭配起来就是60个。那么庚申日就是60天之中其中一个，一天，也就是每60天循环一次，此时这天呢，成人岁媚，这个人睡着了，就跟他身上的七魄，也是7个鬼神，都是在人身中的，所谓三魂七魄，都是身上的神。就一起上议天曹到这个天庭跟上帝去诉说这个人犯的罪恶，就是希望神明赶快减他的这个寿命当然小小的罪过都不肯放过希望他那个寿命赶快减除掉，他就能出来了。所谓心口意语滚鬼呀，闻人声者，三是其罪也。所以一个人心里想什么，口里说什么，意念动的什么念头，身口意造作，鬼神都会知道。但是这鬼神里头，三尸神是最清楚的。因为他就在人身里头，每时每刻都没有离开，而且是一天24小时，日夜的来检查，他不用睡觉，他就是观察人。今人不知减身克己，清心寡欲，而徒是道家守更去身之法。为断绝三尸入告之路，是足自欺耳。因为道家有说到这个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就丧意天曹，言人罪过。好了，有的人呢，就有这个对策了，他不是自己检查。身的过恶，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清心寡欲，而什么呢？只是依靠道家，这个事是依靠，图事就只依靠道家，有一种守更去身的方法，因为它是庚申日的时候
啊，三尸神上天朝，啊，告状吧。那么，于是呢，道家就有这种方法了，在庚申日这天呢，就不睡觉，因为一睡觉了，这三尸神就能够上天了。他不睡觉，就不让三尸神上天，那断绝三尸神入告之路。啊，这个就是叫自欺欺人。他不是从根本上啊，来断绝三尸神告状的这个机会，啊，只是做这个表面的功夫。啊，什么叫根本上断除三尸神入告之路呢？自己能够啊，修身克己，清心寡欲，不犯任何的罪过。那三尸神也无可告状了，这才是正路啊！啊，三尸神不能胡编谣言呐，啊，他胡编谣言，那上帝会惩罚他的。鬼神里头都有规矩。下面，一知念虑苟端，鬼神自当退避，三尸亦何足患哉？啊，这就是正理了。啊，我们呢，要知道呢，当念头、思虑，如果真的端正了，啊，苟就是若啊，果如果念头和思虑如果都端正了，鬼神呐，自己就会退避了。一个人。正气凛然，那鬼神躲避都来不及呀！啊，他怎么敢欺负人呢？身上的三尸神也就找不到告状的这个机会了。啊，所以何足患哉？这个患是忧虑，啊，何足以忧虑呢？这里引了程子的一首诗，啊，程子诗啊。北宋的大儒啊，程颐，你看他都知道道家的这些，这些，鬼神的事情，那么劝导啊读书人啊来断恶修善啊，他写了一首消诗，诗文是讲：不守更生更不移。此心常与道相依，地天以自知行止，任尔三朋说是非。真正的大儒，养浩然正气啊，所以他不需要守更生啊，更生这天该睡就睡吧，那三尸神要上天就上天吧。根本没有疑虑，为什么呢？心里呀，没有啊，这个对不起天地鬼神的事情。啊，所谓养不愧于天，夫不作于人。啊，俯仰无愧呀，还怕什么三尸神告状呢？啊，这个心呐，常与道相依呀。与道相应啊，念念都在啊修道行道，身行没有过恶啊，所以上帝呀，自然就知道了啊，你的举心动念、言语造作，上天都清楚啊。人虽不知啊，老天也知道。任尔三朋说是非，这三朋就是讲这三尸神，啊，刚才讲的上师朋矩，啊，这个中师朋智，下师朋狡，啊，他们就喜欢讲是非，讲人的过恶，那他讲不出来，啊，任尔这个尔是你们的意思，啊，随你们讲，你们也不敢讲，啊，因为就没有，啊，没有把柄给他。这是啊，
儒家君子啊，修行到这个境界，啊，那就啊，真的天地啊，鬼神都相保。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这一课就讲到这里，有讲的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